大家好，我们是金牌百味 ，Let's go！ 我们今天来到了乌熊钓虾场。Living life 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. All I want, and I pray. 今天非常特别，我们要来测试超平价虾干。钓起一只虾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货真价实的。现在已经很少这种东西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呢是鸿刃4567尺的虾竿，然后目前的话，我们先用90H 的尾来做钓。今天使用的钓组呢是非常平价的重标长短钩组，量这一颗球的一半到虾池的水平面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入门的话，还蛮推荐这一组的。1480元的虾竿也可以享有这么棒的起虾感觉。现在是全开七尺，哇！直接，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刚那个弯度了。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介绍平价虾竿了，建议售价是1480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强大的反波力。这一间公司呢，之前有出一把虾竿，变，这把虾竿啊，当初在虾场风靡呀。重量我觉得都还算还蛮平均的，它算是中度有力的虾竿。我觉得这间虾场提供的虾网很棒，超大的，担心那个你丢虾的时候丢到外面去。我有看到它的反波力，好，没有给它在水里面的机会，我们的新香牛肉饵正吃。一般虾竿是用黑漆，这一次这把虾竿是用这种交叉螺旋的。起这种大虾会觉得有拉不上来的感觉吗？我觉得很轻松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呢是金牌百味的第一代新香口味，臭臭的，鱿鱼干的味道。鸿刃虾竿，它用的碳布呢是30T+40T 组合成的。那我们刚刚呢使用的是90H 来做钓，现在我们要来换它附的95H， 这个是95H 的尾，硬度就差好多了。虽然说它是95H 的虾竿，但是我刚拍到它的抖动感。有帅，有这个就是你的帅吗？没有，我本来想要更帅，没办法。大家会好奇重标阿波两个到底差别在哪里，就是一个讯号来源而已，只是它的长相长得不一样，这个材质不一样。我觉得它的讯号的话是还蛮稳定的，经济又实惠，你不小心打结了也没关系。角度好明显哦！我起虾的话也没有很大力，钩子有扣到它，有点重重的感觉。它的那个方向这样轻轻的这样拉一下，手这样顺势把它拉上。对，今天虾子的正吃率还蛮高的，也是虾子帮助了我们，让我们这么好的影片呈现。
这边的话营业时间是早上十点，那在早上十点半不管是综合池或者是母虾池都有三加一，就是免费送一个小时，早上几乎是客满。第一个池子是综合池，第二个池子是母虾池，一次呢开单都是开两个小时。综合池的部分呢，两个小时是850元，三个小时是1150，母虾池呢两个小时是800元，三个小时是1100。你先这样拍好不好？哇，我们总共钓了这些。哦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体验欧熊钓虾场成功。虾池的话，用5尺的线做钓起来的话，就还蛮顺手。虾竿的话，两个硬度的竿节，想要钓起来比较有剥虾的感觉，就用90H 的。像我比较喜欢虾下就把虾这样子拉起来的话，我觉得95H 也蛮好用的，也不会有太死硬的感觉。整体来说，超好玩的。